看一下拜特斯，我觉得这边有直接有现成的。哦，这样就可以充人了。这样好了吗？哎，好了哎，哇哦，这样就充人了，这么快的吗？真不愧是难获得的充能水晶。一二，打一二折这四个东西，这五个东西有。他刚刚有奇怪的光线，他会不会爆炸？叮。叮，把十六颗用一用好了。变了名字会改，对啊，会改名字。这就是 No Life 它神奇的地方，随时就都可以改名字。陨石罗盘吗？我做做看好了。陨石罗。盘盘盘盘盘，嗯，这样，这个吗？我觉得我做错东西了，我抓武器之类的。不是，我坐在一个罗盘，然后他那边转来转去而已，但是没什么反应。嗯，我是不是要做压印机啊？嗯。合成单元。嗯，感觉压印机一定要做，好，那就做一颗吧。嗯，这，嗯，找陨石拿东西用在压印机上，找陨石，我还要找陨石哦。真假的这么搞纲？不做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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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了没有？我先试试看吧。我先把一台压印机做出来。鹅卵石。好了，要来敲掉这一台啊！敲。嗯，啊，地还没整，什么东西？地还没整完，做铁的就好了。板，压印机，两个粘性活塞。嗯。哪个工具是等级越低挖越快的、啊？等级越低挖越快，对啊，好像是老城吧？老城，我查一下，要么钢或者是青铜。哦，金铜啦，紧密。工具的耐久越低的时候，可以持续使用时间会越长。不是这个，还是你是说，老城是经验？你知道哪个？等级越低，越低挖越快。哦，那个是超自然，哪一个啊？骑士史莱姆，超，还有什么？应该有其他的啦。
白痴哦、喔。末影缸。你要什么位置的、啊？哎、欸，那可以啊。没有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好的。好，就可以拿骑士弹了。嗯。木头。他既然架铲不要，那把架铲。我记得有我還沒也没有啊？这样、啊，是他按架铲拿来铲，也没有很快啊。对吧？那边好像没有，还是有？我不知道。有啊。好。你们写？我猜我做错了吗？哦，那是写，对，那是写。还是会啦。哦，原来我放错了。有做电吗？之后啦，开始慢慢做。嗯。连个简单的火烧都不会做了，完了。史莱姆球，然后聊天室我都会看哦，不要乱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哦。铁跟这个，压抑机感觉也是要电，红点，奶绿耶。好了，有压抑机之后呢，我要干嘛？圆镜合成台看起来很酷。嗯，有人知道就是这一个模组的箱子吗？就是可以储存很多东西，是这个吗？什么 64K 合成储存器？还是有什么东西储存器吗？钓鱼的就是这个啊，我正在钓鱼啊。哦，满了欸，爆出来了，爆出来了。满出来了，压崩炸。M1 储存元件，显示元件，储存元件。天哪，我这越来越看不懂了。储存元件外壳。哦，对呢。没电啊！石英粉，石英粉又怎么制作了？要磨粉吗？电脑系统储存元件，天哪！电脑系统，因为现在都是中文的。来看一下啊、哦，陨石箱，所以陨石箱一定要做。陨石会在哪里啊？充能光，陨石种子，陨石，这样我是要找陨石哦。我的妈妈咪啊！嗯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好，我要去找陨石了。嗯，我先去捡鸡的毛好了，捡毛时间，把它杀掉比较快。可是你额外捡可以再捡三条啊。就是花时间啦、啊，你要多一点还是？哦，
不要挤我，太多了。啊，杀错字啊，随便啦。他会跳下来啊，那个僵尸。太多鸡蛋啦。好安静哦，你说我吗？你在产地吗？你说比如说像这个吗？感谢超级留言之类的吗？我在很认真研究东西，我要怎么讲话？怕太安静之类吗？没有呀，法杖吸收。欸，我的法杖我手剩38条。感谢蓝屏。变少了欸。上次还有60几条啊。欸。欸，在乱飞啊，在抢我的海盗啊。好爽哦。好了，不过再用木头就好。安安，哦，我的状态裂，又在那边滚来滚去了。应该说工具裂才对。还猜，超级留言要几订阅才会有？不用订阅啊，直接给我钱就有了。研究烈焰木吗？什么研究烈焰木？所以烈焰木是要用什么东西烧到它才会变成？欸，我要干嘛？好了，六十几条应该是够了。不过怎么找陨石啊？怎么找陨石啊？对啊，它一直在转而已啊，完全没有什么线索。还是我要拿个说明书来看呢、啊？好，我拿个说明书来看好了。说明书，书书书书书书书，有书吗？这本好像是另外的。他好像没有。采灵岩浆，你是说用那个灵吗？用炉子灵岩浆那个麻木材吗？我问观众、直接看地图就看得到，真的假的？那我地图应该是没有喽。陨石吗？采灵岩浆，在和烈焰很合。哎、欸，又有海盗船哎、欸！必须打。等一下哦 ，push push， 我全部吸过来，不行，我会死，我走了，哈哈
哈，为什么会死啊？没有啊，因为他现在困难超痛，超强。真的假的？你等一下让我飞过去啊！我飞不过去了。啊，你那你怎么办？你东西都在那边、欸。对啊。哇，那怎么办？哇。尴尬尴尬啦，有人东西不见啦。我要 back。